脸，怎么那么可爱？你的头发，我还挺好。我这么久没看到你，怎么变这么可爱？天早了，这样子比哥哥还要可爱，怎么办？哥哥也姐跟我一样的，你好，好，跟你一样可爱。今天是我们今天要先干嘛呢？我们每次上课的时候都要先干嘛？好吧，还记得吗？好，我把音乐找出来给你们哦。有点难哦，不太好找。Okay, everybody. 我们来看看现在，哎，我不能分享了。我们都不能分享。哎，音乐老师，我好像也不能分享。可以吗？我好像也不能分享。一个管理，等一下我拍一下权限，不好意思。好，不会不会，我好像没办法分享。这样子，有了，可以了，感谢。来，亲爱的，你们可以站起来了。好了，各位小朋友要站起来喽。你站起来了吗？站了。好，那我要饭咯。没有听到声音吗？
谁最会扭，看谁屁股最会扭。谁最会扭？谁最会扭？OK， thank you everyone， 大家很棒。怎么那么累的？臣妾妹子，很累啊。好，我们今天要学的，我们今天要学的新的单字，我们上次已经学了麦当劳的 M 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学新的单字，你们没有带课本回去没有关系。我是这边有课本。好，小朋友看到吗？好，我们今天要学的。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这一个 N。好，我们来唱一下歌好了。我妈老师是这个课本吗？你们有听到音乐吗？没有，没有，没有。哎，我你的那个，你的那个，那个跳舞的要拍拍。我们两天，跟他玩过，我觉得我打怪兽呢。没有啊。现在他打怪兽，我觉得会打那些怪兽，还有怪厉害，还有战斗，还有那个，一个坏人会打，坏人会打飞机打。两个大飞机呀，两个大飞机呀，
对，你换你出。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写的是。好，有没有哪一个小朋友看到 A 在哪里？老师，这是我课本吗？好，我看看哪一个小朋友举手了。课本吗？哦，这个是娜娜吗？好，娜娜 ，A 你在哪里？娜娜，娜娜，你有讲话吗？有吗？好，在哪里 ？A 在哪里？在，你要讲那个东西在哪里？那是在什么了？在地上。在哪里？在文字上。在这个上面有一个 small n。small n。OK， small n。还有一个 big n 在哪里？我看是 a。哦，徐玉成，你也知道徐玉成在哪里？Big N 在哪里？打开麦克风，徐玉成。我跟你念。在哪里 ？Big N。Big N。建硕在哪里 ？Big N。山坡上。对，很棒，在山坡上耶。Big N， very good。OK， 好，我们看一下哦，这边的 A， 我们来看一下。我是妈妈哪一页？一起念哦，什么 A？ 在哪一页 ？A。我是妈妈哪一页 ？A。我是妈妈哪一页 ？A。我是妈妈哪一页？我们有跟着念吗？等一下，我先看得到你们。我是爸爸哪一页？你们有拿好吗？不用管哪一页，你就跟着看就好了，看我的镜头就好了。好，看我的就好了。有没有看到了？有。有吗？这边。好。来，小朋友一起念哦。And next. OK， 我听到自己念，再一次哦。And next.好 ，and 好，老师来唱这个哦，来看一下 ，big n and more n。好，等一下哦，他要跳出来的，他看不到的。好，他都是跳出来的，等我一下哦，我要让你们看到，我要重新弄的。好，有看到吗？唱歌怎么再也不会听见。
好，看女生唱的哦，女生，女生。女生麦克风关掉，我们换男生。换男生。Let's get started. What's that? I have no idea. Do you? Are those blue eggs? Oh, I think I know what this is. This is where birds lay eggs. Nest starts with the letter N. Let's play again. Are those legs? That looks like somebody's head. This definitely looks like a person. I see a stethoscope. I think I know this one. Nurse starts with the letter N. How about one more? I see something brown. This is a hard one. This looks like an acorn, maybe.
doesn't start with the letter N.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冰原历险记？ What's another word that starts with N? Nut starts with the letter N. Very good. 很棒。Can you remember all of the things that we discovered that started with the letter N? Nest, nurse, and nut. Excellent work. Bye for now. 很棒。所以我们刚刚学了三个字，有谁知道哪三个字？第一个是什么？这个哪里？第一个有一个什么？ Nurse, very good. 还有呢？还有吗？娜娜，你刚刚还有看到什么？豆芽，装着蛋的那个是什么？啊，那个是 nest。给我。两个 nest。好，还有一个，一个果实，刚刚出来迷路有猜到啊，果实叫做什么？那。OK，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 N， 啊，我知道了，老师有准备，老师有准备游戏，想要玩游戏的举手。你要按电脑手啊，电脑的举手，电脑的举手，你要按电脑的举手哦，才可以玩游戏哦。我看我要电脑的举手，有谁没有按？哦，大家都有按了，可以，大家都有按了，我们就可以来玩游戏了。有钱要来，这个是什么游戏？我想要玩。这是什么游戏啊？我不能玩，打地鼠，打地鼠，打地鼠，我要找到鼠那颗 N。好，你们先看我玩一下哦，你要教我怎么玩哦，左边右边哦。我怎么玩的？哪一个？这边，这边，这边。好，很棒，你要告诉我左边右边。老师，我想要玩。好，那你先看我玩，我等一下才可以啊，你要先教我啊。我都没有骂。哪里？都没有骂。左边，左边，左边，这边还有。还有吗？谁想要玩的？我。好，那老师现在要传给你们哦。耶！好，老师要传给千佑，千佑，千佑老师，你可以帮我录影吗？好，可以，我在哪里？你在录影，有吗？录了，好，谢谢。好，那老师要在旁边这边讯息打上去。老师，你要帮我开讯息。感谢。老师，我想要。老师要丢链接哦。来，继续玩哦。老师，要怎么用啊？要点链接点上去。按旁边的讯息，有没有看到？我知道啊，你叫妈妈来帮你按讯息啊，讯息机上面才会有啊。姐姐，我有讯息。妈，在旁边的讯息哦。我想我啊。我想打电话，只要有一个人来的很难问，就是
老师玩这个打地鼠的游戏。老师会不会让他玩了？有在玩的就赶快玩，老师要看你几分哦，把你的分数打在下面这边。我以前都没打错，老师只有64分哦，你们要比我多。老师我没有按到，你这是我没有按到，没有按到的人，你跟这个一定得玩那个。按了，按一个，再按哪一个？你给我再按哪一个？第一、二、三要哪一个？四，最下面的四。四你不要写，你看我是错的，是错的。看到了，有吗？好了，就赶快玩哦！你们要把你们的分数打在讯息这边哦，老师要看到你们几分哦。吴丽婷，你有玩的吗？玉成会不会？嗯。玉成会吗？啊？你有在玩吗？对。老师，我432。432，娜娜432。那个旭晨旁边那个讯息这边可以按下去。啊？那个人的右边有一个讯息，那边可以按下去，你自己看得到吗？哪一个？哪一个？那个人呢？15的右边有一个讯息，按下去那个连接可以按。那你就看老师丢给你们什么东西，你就赶快按下去。在萤幕的下面，赶快按下去。妈咪，你来看一下。如果是谁可以帮你按讯息那边，按下去就可以了，就可以玩了。重新来。我不看。这个是游戏。对，那个下面按下去就可以玩了。按下去。对。我328哎。大米露，你几分？88。讯息在哪里？哥哥有讯息呢。讯息有在下面。下面吗？对，你按下去。按下去就可以玩了。有了，你有在玩了，对不对？啊？玉成有按到了吗？有那个打地鼠的游戏。李优娜，你有没有在玩呢？打地鼠的游戏，李优娜。没有玩。我丽婷跟李优娜，你们两个有没有玩？要打恩，我打恩。那赶快玩你。李优娜，你几分了？我丽婷几分？等我再看你是哪一个。看，你看一下，老师在左下角会跑一个讯息出来，蓝色的，就把它按下去。蓝色。对，那个按下去就可以去玩了。不行。有吗？刀。玉几分？玉几分？四。把它按掉。3分。丢丢有也没有啊？没有。啊。我要再试看看。32。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三角形？你们是要按三个点，对不对？如果你用 iPad 的话，要用三个点，然后里面才会有一个讯息。现在有一个三个点的。然后按进去有一个讯息，通话中的讯息。按。
好，等机。刚才的是这个，按错了，完了。哇，这碗是 Cindy 不见了。这碗是 Cindy。124。124，有，很棒。465。365啊，居然没录，这么厉害。465。厉害啦。我注意了，165。看到通话中的讯息。哟。再见吧。我要这个，不用走。165啊，苏阳明路这么高分，很棒，很棒。165。好。哦，我也有玩的啦，那还要玩？有，你有哪480？我看到了。DJT 啊，我已经900了。哇塞，900太多了吧 ？KKT 呀，我971。哇！那赶快我们来一起玩。我好想玩。好，那你继续玩呢。有什么想玩就继续玩。但是区域城没有办法玩，区域城有点难过，怎么办？你要按这个，根本看不懂英文。区域城，你拿的是学校的 iPad 吗？学校的 iPad 的话，应该是要按300。刚刚点之后出来有一个，最上面那一排的右边，1300的讯息。心里你可以吗？你别问啊，你是看不懂英文。我1031，一千多分哦，这么快，这么厉害。老师，我1000多。好，1000多，很棒，加油，再说加油。611，耶！那你们要五的时候，你就自己这个页面。这个打地鼠的不要关掉，你们就可以一直玩了，知道吗 ？OK。哦。那个打地鼠不要关掉，下午就可以继续玩喽。阿炳吧。呀，臭死了。呀。上课好了，来了，还一碗。好。那等一下还有5分钟就要吃饭时间喽。你们有肚子饿了吗？有。有哦。好。664。1664。哇，我哪可以玩的夸张。耶，我打地主，厉害耶！我是吗？715，715呀，715。你有没有在玩呐？你在跳舞还是在玩？那我们今天的英文课就先上到这边喽。那我们下礼拜你们会回来上课的话，我们就会在教室见面喽。好，拜拜。好。啊，有，我有收到了。雨杰有100分，不错。好。拜拜。好。妈妈，我一起练。那就拜拜喽。怎么了？老师，谁叫我？我134。好，134很棒。OK。提前我1664。好，很棒，可以去吃饭喽。好，拜拜。拜拜，徐宇辰跟我拜拜。我是第一名。快去吃饭。耶。Yeah.
下来了。好，妹妹拜拜，徐宇辰的妹妹拜拜。萝莉婷，你几分？萝莉婷，你几分？一个一，一个四，一个三，一个零。哦，我比你多。是黄伟在线上上课，只有四位。黄婷，那你几分？你们等一下，天佑老师，天佑老师，64分。黄婷，那你几分？天佑老师在吗？16分。我是1000几了。好。好，你们都抄完联络簿了吗？拜拜 ，Teacher Tiro。OK， 拜拜。我还是赢了。海东，感谢支持。拜拜。拜拜。拜拜。